我就不信了，你再快还能有这个快。可恶，这到底是什么兵器？砸扁你。哼，你这家伙长得这么丑，想的倒挺美。既然这样，我再给你一枪。你们全都要给我什么？我的手！你这家伙实力怎会这般强？自从被总院长补齐十年光阴后，我的实力都在翻着倍的增长，可别小看了我。小子，你原来分身后你的总体实力反而变弱了。那么来尝尝这个无上剑意斩龙诀。什么？小子哪里跑，落到我手里你就难搞了。喂喂，系统怎么办？我可没其他人那么强啊，难道要硬刚吗？根据分析，这种怪物力量的确十分强大，但是万物相生相克，不管是多强大的生物，它也有致命的弱点。是什么？赶紧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卖关子了。赤阳烈焰，这种阴暗生物由极阴极寒之地的邪恶之物滋养成型，而这种极度邪恶之物最怕神圣系对立属性的打击了。宿主是否花费200积分兑换？那还用说，兑换。恭喜你兑换成功，技能传输中。好样的，来吧，这样就不用再怕这个可恶又丑陋的怪物了。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告诉你，这次你逃不了。丑八怪，这次逃不了的是你。敢说这种话真是大言不惭，既然如此，我这就送你归西。那你就瞧好了，到底是谁大言不惭。赤阳烈焰，给我灭了他。为什么会有？不行，得跑，不能被正骨力量攻击到，不然就完了。你认为你现在还逃得了吗？让一让才嚣张，这可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可要好好接住了。我就这么笨？不可能。恭喜你灭了当前怪物，获得350积分。哎呀呀，想不到竟然还有意外的小收获呢，这不可以，稳赚不亏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怪物果然怕火，焚化。羞惨的女人，这下是可算结束了。不过怎么感觉我的战斗方式现在怪怪的？小子，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，就这点能力可不够击败我。哼，既然其他人都解决了，我也不耽误了，接下来一招解决你。剑之魂破灭斩。什么？这股气息居然能克制我？你原来一直在隐藏实力。不，我不甘心。果然以我猜想的没错，我的剑魂天生可以克制这种怪物。陈风啸，你的那些喽啰们现在已经上西天了，现在该你了。好你个李安，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们竟然全部斩灭掉了老祖给我的怪物。别在我面前说这些废话，我只问你一句，神佑王朝之事你们到底有何目的？李安，你威胁我没用，你看我现在慌吗？我根本不慌，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呢，因为祭坛已经完成了，我族的大业已经完美地拉开了序幕，这一场好戏你就看着吧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
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鞭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，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正面刚，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